中五号哎四号机，然后这一台是五分台。啊、前一个朋友打到1200出头，啊，没有时间过来打，我来帮他补一下。再有精彩的画面，我们再来继续。哦，目前1301转了，还没有高雀的前兆。现在目前还很安静。以我的经验来看的话，这应该是没有1600以上，应该开不到牌。没关系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哎，1478突入高雀，看看这里会不会开。我在猜，这应该是假高雀。空手忍者，1478。没东西，空手忍者，哎，没得分，得分就开了。嘉文，小颗的。果然没错，假高雀，目前转速1493，我估计最快要1600多，再加油。哦，来喽，1530高雀哦，第一转就大交了，认真。是假的，1500多是有机会开牌啊。空手忍者，大的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要不要猜猜看会不会开牌啊？我觉得不太像。如果要开牌的话，刚刚1400多应该就开了。应该是说1400多，接近1500那边就要突入高去了。啊，这个是高雀后再演一次高雀，通常这个都是假的。如果真的要给我的话，应该是要演一下阴寿。五、哦，哎呦，白脸就开了。哦，开了，开了。喂，开七耶，厉害，可以哦。选个阿公，注意一下，再看有没有偏哦。哦，掂了。来个双七，哦，漂亮，可以哦，1G2，有机会来个1G5，好，待会有颠我们再继续看，来，目前就是颠两只。
前一居二确定。来，现在消化一支牌哦。目前库存还有两个，现在是第二个。一样选个阿公，还是选个集中？选个集中好了，听一下集中的歌。好，待会如果有偏的话，我们再来继续。来哦，偏喽，偏喽，偏一个喽。阿二被打爆。再一次，没有给。最后一转的机会，来来看一下左右，顺压，顺压八连冠。喜欢猜左右的朋友，给你们做参考哦。来，亮了哦。来，一居二，目前第三支。选个阿公，如果有沙滩就发了。就是你了，沙滩没出来，然后我猜他待会应该会颠，待会有颠的话，我们再来分享一下。哎，竟然没有颠，对啊，没有颠，还是用八连冠给我。没有哎，第一个 JAC 就中债了，没有同中。等第二个 JAC 看看，来哦，第二个 JAC 会不会八连共？哦，两个喽，三个。哇，又断掉，看最后一个 JAC 了，最后一个 JAC 的机会，哇，第一个就断掉，一 G 二的牌竟然没有一 G 五，待会看有没有下专一 G 高去了。获得711枚，也没有710。来高吹来，哎也没有嘞，果然一居二就结束了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天果喽。哎，88转，没有那个高吹，然后这一个是阴抽到的剑豪，哇被连过。目前都还没有高雀哦，加油一点。目前90转哦，好，119转，机会牌，白脸，红脸，哎，加过来啊，阿弟，奥特曼吗？没有。
各位。好，天国193，现在122，继续。目前过天国，1G2的牌没有，1G5也没天国，天国也没有高雀，打得有点不是很好，再试一下看看，看200多会不会补个高雀出来一下。237转，没有小意啊。9，哦，集中白目。来个复活，没复活到。到目前为止都还没看到高雀，不然再打到500多好了。喂，295出入高雀，哦，这个就有机会喽。来个大家文，哎，有像，没有中债。为什么会有奶记忆？阿赫被做掉，可恶！310打到这里了，也只好把565那边打一打了。现在跑到400了，都还没看到高雀的前兆。通常300多有高雀，400-500的高雀都常常被做掉。既然都打来这里了，就是继续再给大家玩下去咯，不然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来一个机会牌，抽到寸毛，77%，哎呦！哎呦，传说中的77%，不是吧？才刚要夸你而已，马上就给我脸过。433转，我打到这里，连续三转的空手忍者，而且还是两个。现在这个是第三转，第四次连续哦，这是第四次哦。喂，啥鬼？没东西，连续。怪怪的，连续四转两个空手忍者。没有开牌，也没有高雀，看不懂这一台在演什么。又安静了，现在转速487。看看到500会不会有个高雀。目前转速达到540几，300多有高雀，400-500反而不会有高雀，好像已经变成现在集中的惯例。今天这一支5分的集中影片呢，就分享到这里好了。1G2的牌竟然没有带1G5，太可惜了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留一点子弹，下次玩别台。
全都没有讯号。刚好打到565的，呵呵，连松也解不到牌。好，那影片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